嗨， 我是 Alice， 今天分享给你们韩式拌茄子的做法。做起来很简单，首先准备一个茄子，把茄子切成片，切点蒜末备用。准备一个平底锅，不需要放油，把切好的茄子放进去，煎到茄子去除水分就可以，这样做的茄子口感特别筋道好吃。 准备一个碗条，一个料汁，一勺白糖，酱油三勺，老抽一勺，芝麻油两勺，辣椒粉，芝麻，放入蒜末，搅拌均匀，放入茄子抓拌几下，放入葱花，再一次抓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美食，就点赞关注吧。